迷迭香尤加利的地板清洁剂，来，真的是就速洗耶，拖过去它很快就明亮了，而且重点是它很速干。木质地板可以用吗？可以。瓷砖可以，还有塑胶、大理石啊、磨石子地板，通通都可以。防虫吗？ Of course， 它有尤加利跟迷迭香的这个直接自然的精油香气去驱赶蚊虫，少少量就可以做到很高度的清洁，所以我觉得它的 CP 值超高，整个打扫的过程当中很舒心，个人极度推荐这一瓶，因为它是我真的目前用过我觉得地板清洁剂非常好用。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的泡泡太多，你不觉得它在拖地的时候其实它也会带出一些水痕。古堡这一瓶让我觉得很厉害是，即便我今天不小心倒很多，它的那个泡泡也不会让我有刚刚我说的那一些状况，因为它非常快就干了，而且呢，它的那个精油的成分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在整个打扫的过程当中很舒心。它其实也是宠物友善，家里如果有毛小孩的话，其实他们也会对味道相对比较敏感。哦、对，像刚我们的地板清洁，如果家里有毛小孩，还有就是小孩本体，你都可以放心的使用。所以这一瓶极推，极推给大家。